歡迎收看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的節目《灣區傳媒體》，我是梁學希，我是陶冠琪。國家發展一日千里，要緊貼大灣區的最新消息，定是各地新實施的民生政策，或者是文化風貌故事，就一定要一星期五日鎖定我們這個節目了。而非凡城市環節就會同你去到了解不同城市的發展故事，今天我們就同你去蘇州看看他們怎樣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不過首先我們第一站就去南北快閃先。日前2022年西溪聽勞節正在度舉行，在浙江杭州的西溪濕地周家村，白色的蘆花和紅瑪瑙一樣的齒相映成趣，構成一幅美麗畫卷。西溪這裡一共有蘆位360多畝，主要品種是滴蘆、蘆竹等。大學生穿著自己設計製作的漢服作品，乘坐搖橹船沿著彎曲的河道進入蝦龍灘蘆位檔，感受風吹蘆位發出的沙沙聲。近日廣西崇左市舉行了2022年119消防宣傳月啟動儀式，通過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趣味活動，提高了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識。在消防器材趣味拼圖遊戲裡面，參與者以最快的速度將滅火器使用順序以及消防水槍組裝順序正確排列好。除此之外，活動還組織了消防水帶保齡球遊戲、需要團隊合作的消防演練比拼等。双层巴士在全新打造之后重归四川成都，作为观光旅游线路试运行。双层巴士秉承绿色环保的出行理念，有四米高的车身、大视角天窗、柔和的车内氛围灯、舒适的高靠背皮座椅、空气净化器和音乐。车身采用红色的涂装设计，展现地道的成都文化。行在路上堪称一条流动的风景线。除了视觉体验，双层巴士还推出锦里美食套餐，饱餐又养眼。广州港南沙港区近洋码头工程是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广州市工程拔寨项目分两期建设。最近近洋码头工程一期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建成两个汽车滚装泊位以及一个驳船泊位，可靠泊目前全球最大的滚装船。近洋码头的商品汽车库总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多层商品汽车库，可一次性为5000多部商品汽车提供中转和集港服务。为加强打击猎奇宠物等异宠走私，深圳海关组建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快检2022专项行动小组，组建异宠信息监测收集工作小组，搜集异宠售卖风险信息，利用 CT 机智能审图对快邮件包裹开展非侵入式扫描，低风险包裹快速通关，高风险包裹精准锁定，形成风险加情报加现场的全链条联动工作模式，精准研判，闭环监管。珠兆高铁的起点是珠海、学州，经江门、佛山、肇庆，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方铁路。建成后将串联江门站和珠三角枢纽机场，实现轨道与航空的无缝衔接。线路分三段建设，其中江门至珠三角机场段 JJ7Q4 标项目穿过龟峰山隧道，具有设计标准高、施工难度大、地质情况复杂等特点。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全程预计在2026年5月底完工。杭州近日兴起新的下午茶形式围炉烤茶，围炉分为室内和室外两种，室外的围炉烤茶讲究环境，室内就更加讲究传统技法，温罐、烤罐、干烤茶叶，再加水，最后将水煲滚，将近20分钟左右，一壶热腾腾的烤茶才制作完成，再加上烤齿、烤红薯、烤年糕、烤桂圆，三五好友围在一起，有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境。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早前在珠海举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带来了中国空间站组合体1:1展示舱，作为首次参展的展品。展示舱花费3个多月时间制作，包含了200多部有代号的设备。它的舱内外状态和天上的飞行器完全一致，还专门将天和核心舱的舱内和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做出来，给观众入舱参观。
日广为人知第一站就带你去到广州市番禺区，睇下随住一系列嘅保障政策落地，为港澳台青年带嚟啲乜嘢机遇。而越嚟越多港澳台嘅朋友都会选择安家喺广州去追梦，而广州市番禺区积极为港澳台青年打造就业、创业、生活发展互动平台。香港青年何建松先后在多个城市从事过不同行业。2019年下半年，他再次来到广州扎根番禺，投身跨境电商珠宝行业创业发展。他说番禺是世界闻名的珠宝集散地，有完善的供应链和配套资源，同时这里令他感觉到温暖。因为最开始呢未是那么熟悉说间公司怎样去合規合法咁樣經營啦，孵化器呢邊係會提供一啲諮詢啊，同埋即係甚至係落手落腳幫你去做呢方面嘅一啲服務。前輩係好中意去扶持提携啲後生啊，譬如話組建一啲行業嘅協會啊，大家有好多嘅機會可以去溝通交流啊，各方面嘅資源可以互幫互助啊，這個氣氛啦，俾我感覺係好似個温暖大家庭咁樣嘅。为了做好青年创业者的引路人，孵化中心针对不同阶段的入驻企业或者项目打造相对应的产品，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全方面的资源对接服务。像资本还有就是财税法律还有就是各方面的一些资源给到我们的企业，我们也定期的会举办一些好像就是一些大型的一些创业活动，政策的宣讲，然后法律知识的普及等等的一些服务给到企业，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些就是上下游的客户。我们也结合了很多的大学的资源，目前我们跟广州大学城的12所高校都有一些深度的合作，会提供一些产学研的支持，跟一些就是像一些对大学的一些就业岗位的一些支持。番禺区通过多个孵化平台汇聚港澳台以及国际创新创业资源，促进港澳台青年交流共融。目前番禺区已经评审港澳台侨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六个，入驻的港澳台青年超过400人，孵化项目超700个，基地及入驻企业累计创造产值约14亿元。越来越多的交流和融合亦都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引擎。在番禺啊、天河、黄埔啊这些区域啊，都有一些很有特色啊、很有自身特点的创新创业的基地，提供了从创业、就业创新、生活、学习、服务，应该说全方位全链条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支持。来到我们广州啊，创新创业应该说也为促进广州的发展，倒逼我们广州这种营商环境的改革来到我们广州的投资能够带动一定的这种就业。党的20大报告提出要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这个也意味着在未来更多患者能够在家附近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今天我们一起看看广州在优质医疗资源布局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今年九月份开始，广州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三医院黄埔分院启动运营，秉承住大专科小综合的办院定位，首批开设了产科、妇科、儿科等优势学科群。该强势的学科，它继续保持它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的学科呢，也会在黄埔区呢得到充分的发展，比方说内科和外科相关的这一些科室都会有。作为广州快速发展的新区，黄埔区年轻家庭比较多，妇幼保健需求巨大。新院区计划开设各阶段儿童专科，还引进妇产科优质资源。从我们的儿童的保健开始，到儿科的急诊，到儿科的病房，我们会提供一个更人性化的、更优质的服务。近年来，广州市基本医疗有效覆盖面和服务可及性不断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向南沙、黄埔、增城、从化、花都等区域辐射延伸，多区迎来大医院，市民看病更方便，可以信任又近我们，大 BB 我觉得都很放心，很舒服，环境啲人的服务态度又好。将优质医疗分配到我们周边的地区是真的很好。
广州不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九家医院进入2020年全国百强医院，13家医院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医院建设名单。广州亦都通过制定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积极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周边城区扩展。一个个数字，一项项成果，是广州不断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的生动实践。跟住落嚟，广州将全力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广一院多区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广州。应该说广州近年来呢是积极推进健康广州的建设，加速了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和均衡的布局，持续加大医疗资源向基层的倾斜。总体上看呢，广州在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上是持续向好的，也符合各区人民对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诉求。当大家开始习惯网上购物，商家都会想尽办法去吸引消费者，而直播平台就是近年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购物方式。是的，直播电商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潮流，不少传统电商都纷纷转战直播平台。在这个流量消费的时代，直播电商的生态环境又是怎样的呢？三二一，我们又给大家补了五个名额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在广州一个直播电商公司里面，多个电商直播带货活动正在举行。负责人介绍，每场直播的工作人员不少于20人，客服、售后等同时在线帮客户处理问题。这个电商公司以前是做传统电商，需要面对的情况比较单一，现在变身为直播电商，面对的情况更多，需要他们整合多方资源去处理。但是在现在呢，你要做多方的沟通工作，比如说我们跟品牌方的一些对接工作，商务这一块还有选品这一块，然后呢，我们也要为粉丝去做负责。粉丝是关注一个主播，你要让他去信得过你，他才有可能在你这边去认购。但是如果你的一次售后做不好，有可能这主播就很容易他就取关了。同时，他们都会去到一些大型商场的实体店做直播，商品全部会由店铺发货，透过线上线下融合，开启新营销模式。我们一场直播也能够突破1亿或者是更高的维度，从而能够帮线下的生意转到线上。消费者如果遇到售后问题，他可以凭小票来到我们线下的百货专柜去做售后的一个服务。同时呢，线上我们的客服也是支持一站式的售后服务。直播电商是当下流量新入口，有业内人士认为，广州的直播业态越来越成熟。广州市地方标准直播电商营销与售后服务规范近日发布，意味着广州直播电商迎来规范化发展新起点。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规范化，然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了。在新的业态当中，直播电商跟其他的传统电商和基本的商业模式之间的相通和相异的地方更好的一个提升，包括着关于售后作为重点的因素把它提得出来。这回双十一带来，我们会看到直播业态可以说在跟传统的电商有完全不同的一个发力，业内提前做了好多好多时间的准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在近期出了台，这个是合作区首个支持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专项扶持措施，将会为区内的生物医药大健康类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环境。措施将会重点支持优质澳资项目落地，对符合要求的澳资项目在非澳资项目补贴标准计算结果的基础上提高20%给予扶持，对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合作区生产的中医药产品、食品及保健品，并获许使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或者澳门设计标志的每个品种相关补贴最高可以达2000万元。措施支持鼓励引入进口新药，强化质量标准化管理，相关奖励最高累计可以达3600万元。
实现澳门注册恒晴生产的品牌的联动，推动注册生产一整个国际化的闭环，在合作区完成研发的大健康生物医药相关的产品，那可以通过澳门这个桥头堡来走通一带一路，可以迈向普语系国家，包括欧美国家。中医药是澳门的品牌工业，措施亦都对中药研发给予了大力支持，对中药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经典名方、同名同方药、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以及中药饮片在内的各个品类均进行有针对性支持，对实际研发费用给予50%的补贴。中药创新药单机构更可获年度最高1.5亿元的奖励。对于生物医药这个行业来说，本身是一个高投入、周期长的时间。那么这个补贴呢，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全流程的扶持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一个药品推上上市。措施仲在充分对标各地区产业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将各大项奖保标准的最高额度提高20%，并对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重大项目落地，单个最高补贴6亿元。此外，措施仲突出服务产业发展配套，对专业平台载体建设运营、人才引入和培养都给予精准而且力度大的补贴。讲到岩茶，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福建武夷山岩茶，但在惠州多竹镇亦同样有岩茶厂生产的岩茶，绝对不比武夷山的岩茶逊色的。不信等我们即刻带大家去看看。在多竹镇惠州市花海茶园1100多亩的茶场里面，一垄垄绿油油的茶叶迎风荡漾，茶农亦都努力收割今年最后一批的茶青。茶场负责人同记者讲，这里种植的岩茶有9个品种，都是7年前由福建武夷山引进过来的。就是2015年开始种植建这个茶园，然后我们引进了，在武夷山这边引进了9个品种过来，引进过来之后发现在这边种植这个茶叶长势非常旺盛，这边雨量比较充沛，常年的这个温度也比较合适。温新火介绍，惠东多竹至白盘珠一带的绿色生态廊几十万亩地，气候湿度、沙包类土壤、细枝干上游水质好，被发现是适宜种植岩茶的丹霞地貌山地。目前他们在多竹镇明溪村的茶场基地面积达到2100亩，种植的岩茶面积已经达到1100亩。2017年之后又建成面积2300平方米的岩茶加工厂，加工厂每日最大产能20000斤，现在每日制青茶5000斤左右。相比其他品种茶叶加工，岩茶的加工相对复杂，茶青量亦都大，8斤茶青只能够加工成1斤精品茶。岩茶呢，它是6大茶类之中最难制作的一个茶，因为它工序很长。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由采摘开始到晒青，然后是晾青，然后晾完青就做青，做青是杀青，杀青到油碾，油碾到烘干，烘干两道烘干之后就还是半成品。半成品之后呢，就是要把这个茶叶的梗啊，还有老叶啊都给色显出来。色显出来之后还要经过几道火的这个焙火。整一个这个从采摘到成品茶出来，就要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经过多年的努力，惠州岩茶不单止盈利收获，在市场上也都打响名堂。温新火扎根农业发展，茶园在2021年12月被惠州市农业农村局评为惠州市龙头企业，温新火在2022年也都被评为惠东县优秀乡土人才。我们的想法是就是1、2、3产融合器发展，因为我们现在是巩固了这个1产的种植，2产的加工，现在逐步在完善，然后把这个茶园的整体形象跟容貌，就是种植长势好了之后啊，就是茶园景观形成了之后，就想着发展去第3产业，把这些茶旅游啊，然后茶文化，还有就是各方面的一些3产的产业带进来融合发展。
来到非凡城市的环节，近年苏州以推进江南文化建设为引领，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而讲到文化，就不可以不提大运河了。大运河是宝贵的历史遗产，是流动的文化。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千年姑苏的文化兴盛之基。苏州近年来不断推进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精彩苏州段。天光水色，一望皆平。这里是平望，也是大运河苏州段的南大门。曾经有专家评价说，平望是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中传统运河空间尺度保存最好，城镇与运河空间联系最为密切的一座。有多密切呢？站在安德桥上，古运河就在我的身旁穿镇而过。临河的老街还保留着传统古朴的民居，很多原住民依旧住在这里，烟火气十足。那如今呢，老街正以更青春的姿态重现着昔日的繁华。安德桥旁曾经空空荡荡的老粮仓啊，如今呢也已经摇身成为了好吃又好玩的网红打卡地。老粮仓再度开门迎客，走入其中，你可以逛一逛传统风貌的小镇市集，亦都可以在味道博物馆吃一碗鸡汤云吞。去年六月，京杭大闸项目启幕以来，古老运河的生活场景和现代产业不断融合，令运河生活焕发新的生机。作为我就是原住民住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感觉真的不一样了，给到那种一大，现在人力人也多了，过来旅游了，人家来看了。是想向周围的一些居民呀，或者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展示的是大运河的文化，以及是平望当地的一些文化，也是可以让就是说游客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生活。沿着运河北上就到了运浦湾，这里地处大运河和太浦河的交汇之处，来往船只繁多。经过几年的建设，而家呢度已经成为十里风光秀带，新建的花海绿道亦都为呢度带嚟运河好风光。作为运河十景之一，平望四河汇集，正全力布局以运河家为核心的全域旅游新模式，聚力打造京杭大闸、大龙荡、云浦湾、长阳里等地标，串珠成链，打响运河标志性 IP 品牌。从去年苏州推出运河十景项目建设以来，吴江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入选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创建名单，枫桥夜泊景区改造提升，盘桓景区夜景提升工程完工，吴中区宝大桥、尖台湖公园改造提升等加快推进，助力大运河苏州段文旅融合迈向深入。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江南文化的集大成者，苏州加快推进文化建设，梳理形成古城文化、丝绸文化、园林文化、水文化、非遗文化、书香文化六个专项，致力打造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互相辉映的江南新姿。鸟瞰神州，精彩在线。四川泸州市合江源的先是酱油酿造技艺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在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合江酱油文化博览园，十万口缸整齐咁排列，场面壮观。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今天的湾区传媒体就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拜拜。